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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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现场听他的歌声，唱，以前在校园里面、啊哎，每一次听到，每一次感动。对啊对，我曾经听他的歌哭过。哎、哦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他唱歌真的很有感觉。你哭过？你为什么？你哭过啊？能够让一个畜生掉眼泪，这为什么？哎，我没有说是猪，好不好？ Jacky， 他是比猪狗都还不如。Jacky， 不好笑啊！干嘛干嘛？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会掉眼泪？因为他的上一张专辑那个《双手的温柔》是啊，哎，听得很有感触。哦，对啊，感觉很棒。在 B A 面第二首嘛。就是永保安康后面那一首《欠你的温柔》好好好，双手的温柔啦，欠你的温柔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么因为一个主持人能够有先见之明，第一句唱完知道，第二句太高了，赶快收掉。哦，见好就收，上不去马上。有没有看到？见好就收，这个叫收缩包装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蛮厉害的。对对对，厉害了。那赶快来欢迎这一位，介绍他，欢迎江美琪哟。耶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！太美了。好可爱，一个穿的还跟我们很接近，牛仔裤，然后这种很普通的布料，那么这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位超级畅销的一个巨星啊。殊不知人家唱片已经狂销热卖，已经将近是有这个一个很高的一个数量，很高很高，刚发行而已。而且这个在我们观众群中，经常有人会举着他的名字，而且呈现半疯狂状态。真的吗？哦，哇！来，两位你举高一点。这两位好朋友，这是算我们国内这个香皂界的代表，美琪香皂。喂，哦，不要乱讲，是美琪药皂。哦，也是美琪药皂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还有我们不知道，来。来来来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，今天很开心能够来上中宪哥的节目。对，能够来上这个节目是不得了的，对不对？在过去来讲，九孔来上过哦，九孔厉害，你也讲两个，真的吗？菜头也来过，歌唱界讲歌唱界，樱桃姐妹，樱桃姐妹，怕了吧？怕了吧？怕了，更恐怖的是，刚刚来上过的这一位就是陈一郎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啊，对啊对，他送干药了。他已经去世，你突然这样叫我起鸡皮疙瘩，我好恐怖。你本身属鸡是吧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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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是去世了吗？不要乱讲啊！今天要讲江美琪，他在这个校园啊之轰动，你是没有办法了解，疯掉了。对啊对啊，这只要一讲到江美琪，哇，学生啊。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什么啊？不，什么？他们逃离开教官的把握，冲到舞台前面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唱现场功力，现场干脆不要，光说不练是假把戏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光练不说呢。好，是我要唱什么？是什么好？我要唱歌，对不对？光说不练是假把戏，光练不说是笨把戏哦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唱这首歌是第二张专辑，真的吗？第二张专辑，第二张叫做《我多么羡慕你》。哦，天哪，真好听！这个歌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。真的吗？来来，真的，来来啊！你羡慕，赶快来听这首歌，好吧？前面清唱的部分注意听，真的吗？表现他歌声的。那我们就赶快来了，好吧 ？Come some， 啊，不能没有谁。带来这一首《人间四月天》主题曲，我多么羡慕你。有时候风太急，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。离我遥远飞行，有时候夜太静，拦不住回忆的心，于是泪每个夜里如繁星。我多么羡慕你，走
我再次疯狂热情掌声给两个人，我多么羡慕。他这是属于一种叫做 whisper 的唱法，就好像就在做，欲言又止的感觉。哇，这是 Kelly's whisper， 所以你看那个唱腔啊，就有很多口腔的声音，然后有口水，我懂。有没有？但那种声音都收进，这是一种美感哦。这样子，不是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歌，不是以前，现在也有那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那一首，有没有？哪一首？最后一页，最后一页，最后一页，有没有？他唱到最后是，哒哒哒，所以他后来是那位歌手是肚子痛吗？没有，有点便秘。哦，难怪。所以。咦，熬夜，熬夜啊！他那个歌就这样，那就是因为他是哭了。蔡琴嘛，蔡琴，对对，我知道。他在录音室里面唱到掉眼泪，但是呢，真情流露。那张唱片狂销热卖，哦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像康康的专辑狂抽猛送，人家还这样。这个歌，这个是主题曲嘛？对，那个人间四月天的哇，配这个剧那就太正点了，真是。对啊，你好像在这个 MTV 里面呢，经常是不露脸的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是扮演那种说故事的人，我只要把那个情感传达出去。不是吧？我想是长相的问题。喂喂，乱讲！没有，喂，他拍了多少块？我跟你讲，逃避问题，问题就增加一倍；面对问题，问题就解决一半。我们以前呐，我以前在那家这个唱片公司，他们全部做偶像。我一进去之后，他们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，哇，怎么有一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？对啊，怎么做？后来你的 NTV 怎么拍？也是有拍啊，有拍，有啊有啊，拉背面，没有，有很多很多麦当劳头啊，对啊，麦当劳啊，对啊，金星哇，金星哇抓紧我，喂，麦克哥啊，哎，那是我第一次拍楼，底薪哇比温腾我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那个 MTV 哦，那个里面女主角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谁？女生那个。好恐怖！女主角钱伟珊，真的吗？对，是陈一飞教练的女儿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她之前是 model 对不对？170几公分，她拍你的 NTV 哦 ，NTV 啊，一直到现在才红哦。哎，就是哎呀，要是没拍，应该会比较快红。没有，你这句话有争议耶，真的吗？现在有算红啊？有啦，有我的没有？哦，我以为这个当家小旦。然后呢？哎，刚刚聊到我们外貌的问题，对对对，人家就觉得我们不够帅哦。然后你这样，你可以唱歌吗？你的歌声又还好，平平，像我是平平这样。然后人家长得不帅，后来是有一个师弟进来，人家才对我的外貌有了
看法上的改变，这样子，觉得你好很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是帅的、啊、哦，这样子吗？黄淑君哦，所以呢，我对他非常的怀念。如果没有他进入到我们这家公司，我在当时是被认为不帅的，这样子。你有没有这个困扰？唱片公司有没有？可是据我侧面了解，那家公司到现在还是一直认为你不帅。所以他们就没有再做唱片了。哦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讲实在话。其实我觉得刚开始会耶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习惯，我觉得还好。而且我觉得虽然不是很漂亮，但是还挺有人缘的。其实对，你很漂亮。这种话自己讲出来，不会、啊、不会不会很实在啊。周慧讲就恶心了。周慧，你看他一开始出来，哇，天哪，我以为演歌仔戏啊，而且就。你不要这样，人家实力很好。我出来一唱歌，哇，真好听。后台忍不住就跟他讲、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有演过《狸猫换太子》啊？现在人家都要看实力，对啊。对啊，我这个长得漂亮不会唱歌有什么用？你有没有面临到这样的痛苦？讲实在话。讲实在话，我觉得多多少会有一些些啊。可是我觉得，虽然不是那种外貌特别出众的女生、嗯，但是我觉得跟大家相处起来感觉都还蛮好。然后就是认识你这个人，了解你以后，觉得你很可爱、哦。哇，那如果要靠了解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到每一位歌迷家里面住两天？用我觉得用音乐跟歌迷朋友们做一些互动。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演艺圈还是有很多男主持人蛮喜欢你的。不要开玩笑！人家在那里搓衣角，你在那里搞猪的声音出来，不要开玩笑！这真像话吗？这是你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。不要，他们家歌手三朵花都很漂亮。哎、欸，不，萧亚轩、侯湘婷、江美琪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露露啦，露露是日本的嘛？对，本多露露。是你本好姐。那你本身就说，目前来讲是待字闺中，没有问题。哦，没有男朋友。目前没有。那有没有人追过你或干嘛？嗯，可是我敏感度蛮低的。现在男孩子都蛮注重外表的，是吗？可是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可爱的、啊。可爱啊，可爱、啊！又不要放，不要放。对，你会不会？这样会不会等下那种？如果像 Nono 追求你，你有没有可能接受？来，两个对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觉得 Nono 哥是。我今晚是挖鬼气，有一个疑问。江美琪转过去，脸上写的一个问号。我帮你问。好，来。七月份过了，你怎么没有回去？因为他们门锁起来了，我来不及。鬼啊！门关起来了。哎，鬼，肥鬼，油腻腻鬼。你那个油车鬼。油腻腻鬼嘞。油腻腻鬼。对呀、啊。你们两个对话好笑。对呀、啊，糟糕了，你们。不鬼骂鬼。不会啊，我觉得那首歌其实很可爱耶。鬼骂鬼，一嘴鬼。对呀、啊。狗咬狗，那一嘴毛。对啊，猪咬猪呢？一嘴油，要有创意的，好来，一只猪鼻，不对，猪咬猪，一嘴猪，啊没有，真的好，没有创意，啊对不起对不起，还行，好，停，好吧，让你慢慢去酝酿。那我跟你讲啊 ，Nono 开口出来的标的物一讲出来啊，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可是那种根本不是有女朋友了吗？很多啊，很多哦。但是你知道啊，车子是不是四个轮胎就会跑？对啊，那为什么后面再摆一个 UV lens 呢？哦，因为随时会破胎。对，你看，哎呦，不方便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啦？不要乱讲啊！对，当然是好朋友啊。对，帮我要侯湘婷的电话。喂，像话吗？变态。嘿，来这头，你叫他帮你要侯湘婷的电话，问侯湘婷说宪哥要萧亚轩的电话。我可以给你，我有黄立行的电话。喂，神经病啊！好的，好，那还可以唱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王菲的，王菲的，对啊，他第一张专辑就是《我爱王菲》。太多人呢跟他打包票，拍胸脯，有没有？还有陈珊妮说什么？有。张宇说什么？张宇说你的唱歌是我的小美的天职。对啊，陈珊妮说什么？小美的声音是她用善良的心灵去抚慰别人。陈珊妮就喜欢干掉别人那个。可是其实珊妮姐人蛮好的，其实。还有什么？
小胖原味的小胖说，哎，江美琪不只是江美琪，没有，江美琪应该不只是江美琪，对对对，这是我觉得怪的一句话。那江美琪应该不只是江美琪，很可能也是柯林顿，哦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这样会很奇怪。对呀，江美琪不只是江美琪，对呀，江美琪不只是康靖龙，对啊，所以那种感觉怪怪，是小胖乱讲话，对，不要理他。好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唱王菲的歌《爱上王菲》啊，哎呦，好好听，爱美，爱美，咱们就来这首广东版的，广东版《Come Some Up the Music》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。这是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的一次啊！对啊，王菲唱过，然后呢，刘湘没有唱过。对啊，之前黄莺莺有唱过。哎呦，比他们都好听，没有不同的感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在这里，我们当然是这样讲，开玩笑的。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我平常没有恶意的、啊，没有恶意的、啊。我知道你想拔他。要。拔拔拔拔什么啦？不要乱讲啦！你们两个生出来的小孩鼻子一定特大。我觉得会是个有钱人。真的吗？大家大天哪、啊！真的吗？生出来然后医生一拉出来啊，可能先看到屁股，结果不是。哎呀，奇怪，怎么是两个隧道出来啊？不要乱讲，人家鼻子大，这边是财库，财库，对，这装钱。没有没有，那边是装代表器官。哦，眼睛大，眼睛大，代表。我东东头大哦，头大，嘿嘿，跟你一样大头王，大头王的王啊，王八的八呀。八爪鱼的鱼呀、啊，鱼类的类呀、啊，累死人的人呐、啊，人之粗的粗呀，粗很粗的粗、啊，粗很难。喂，怎么没有我？我也要玩，来给他玩一下，给他玩，玩好不好？好。江美琪的琪呀，骑马的马呀，马上疯的疯啊，疯人院的院呐、啊，院长的长呀，长辈的辈呀，辈分的份呀，份源，份源。粉粉圆粉圆啊我刚刚说粉圆，什么叫粉圆？粉圆，粉缘分的粉、啊、哦，月亮分外的圆，它简称粉圆。哦，粉圆，对对对对，连这个也转不过来。原谅他一下会怎样哦？啊啊！谢谢卢哥。有，为了小马子，哇，跟我拼命了！我的天哪！哦、我的天哪！有面子，好久真的有，青春托。永保康安，一个两个三个是望着天。啊，永保康安，太拖了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，小两口的。对
对对对。我觉得喉咙好干。不不不，我吓到喉咙，干马上来唱歌来，快点。喂喂，我们接着唱歌，给你喝个水，来来好吧？而且要带来另类的歌哦，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妈，春娇记棉，还有镜子。哎呦，冷水澡。哎呦，哇，这都高难度的歌。这平常是不容易。冷水澡你唱得起来哦？很快又很高呢，转 key 啊，而且但你唱的时候要很陶醉，有没有？然后对，然后要翻白眼，因为黄立行唱歌就是这样啊，对，是一种投入的，对啊，然后翻白眼，然后眼珠子还会，哎，停，我觉得你这种像中毒，对不起，我来处理。印象还不错，但你不要演那种东西，因为人胖甩起来脸上的肉不好看，这样子好，那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好，不要再耍吧。对对对，我等一下全部都你耍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地板动作什么摔跤啊，跌倒，全部都你。对对，小明也都我来。哦好，那你演正派，我演反派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来，那准备来带来这个主曲。还可以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给 Nono 哥。没有，叫小 No 就好。小 No， 小美跟小 No， 小 No， 瑞芳高工，32级、欸、有毕业。那个不要讲啊，不会，我不会讲那车棚不是他烧的，他有拿汽油啦。那不是他点火，但是抽烟丢旁边，不然就烧起来，对不对？家教啊，家教，好。你不是都会讲那个吗？什么？如果你们结婚会包多少那个？好，来，两位讲一下。如果将来你们在一起，如果两位结婚的话，本人包出红包600万哦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给这么高陷阱？600万的这个现金要包给他们两位，为什么？小诺 VS 小美，如果他们结婚，为什么包600万？因为本人不看好。600万，我们结婚马上，然后马上离婚。哦，不行，对，一人分300万。好，不行，不行，为什么？一定要两个人确实有结婚1年以上，同时这当中不定期检查。我一到你家，你们就要做给我看。做饭吗？啊？做饭吗？边做饭边做。能不能好好来唱歌啊？我已经喝掉一杯了。好了，因为一直笑啊，嘴巴就很干。那就带来这个主曲了，好吧？对啊，掌声给他鼓励哟！谢谢，谢谢。坚持啊，已经知道。
双手拿水给你，双手的温柔。真是的，来来来来，两位两位，再来一个维他命，我来。打开我。哦哎哦哟嘿嘿。谢谢谢谢。不错不错，这花好月圆呐，哎人缘。花月圆，对啊，月圆和人团圆，花团锦簇，是吧？两位如果在一起，那真是天作之合，犹如是一坨牛粪上面插上一坨小菊花。你凭什么骂我是小菊花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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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菊花上面的蚊子苍蝇，好不好？蛆好了，蛆。对的，对。那他呢？他是牛粪。你啊什么？你什么？我今天很开心嘛，对呀、啊，唱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个校园演唱会，你们还经常合作，哦、会了会常常。有时候近水楼台之先的专辑的时候就常看到那种歌，真的哈、哦。嗯，他很照顾我。男生会给你安全感，因为熊大的肩膀。什么叫熊大的肩膀？熊很大，然后很结实。他也不背熊腰，你不要看他外表看起来胖胖。衣服脱下，哎，还真的都是肥肉，真的吗？而且是当宪兵，有没有？国公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今天来这里好像来验货了。来来，赶快来唱这首，这是个 Thank You。什么叫 Dido？ Dido 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女歌手。Dido 念 Dido 啊？好像 Dido 也可以 ，Dido 也可以。Dido 啦，拜托。可他们都念 Dido 哎。拜托 Dido， 拜托 Dido。D A I。Dido， 呆斗这样子。呆斗，呆斗，歹徒嘛，应该都可以。呆斗，呆斗，台语叫呆斗。对对是。Thank you， 为什么特别想选这首歌？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他之前是在阿姆的专辑当中，他的衬底的。阿姆要唱起歌来是干掉连连。就很有那种感觉。对呀，但台湾不适合。台湾不太适合，我觉得好像还不太适合。对对，我们还不太能够接受音乐。我们把它归类在狗仔队，所以我才会打狗。哦，这样。好，来，就来唱 Thank You， 好不好？有 Thank You， 耶。前手佛，来来，不然你最高了，你最对，一边 one two three four。啊，我天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前手佛，你手怎么会？先到前面去了。刚才有人，我习惯抱住腰，这样子吗？好好，再来一首张宇，张宇，你们聊聊张宇。对啊，这个人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嗯，其实他有做你的唱片吗？有，这张专辑他帮我写了一首歌叫《想起》。那其实、他是一个怪人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他人很好哎、欸。人蛮好，但他对人事物充满了戒心，有没有？我知道我没有唱，因为我比较少跟他接触。他成长了一个环境的关系，可能因为父职被带给他一些影响，会不会？嗯、没有听过有关他。没有他的故事哦。嗯，对啊。他有什么？
人家不说我们也不要讲，你愿意说吗？我说什么？他不知道宇哥吗？嗯，我觉得可能我在跟他接触，可能就是有好几次我们在国外海外宣传，嗯，然后我跟刘宏华两个人，可是我觉得，张宇大哥其实都一直很照顾我们新人，然后可能到很多地方都会推荐我们，我跟宏华两个人都蛮照顾我的，啊，真的，因为其实在海外其实也没什么人认识我们嘛，对啊，所以他会尤其啊贴心的是遇到下雨天。他是也很贴心的，真的吗？一站出来，大家全部淋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有伞，他有大头，哦，一个人啊，然后他底下站的是万民膜拜的一个对象，哇，哦，而且每次能够邀请他来，真是天大的面子。这样子，而且他本身还大有来头哦，哦，厉害了！我在日本只有一个人知名度比他高啊，这小叮当。哦，嘿，你一头卡加多加油，你一头卡加多点吧，你一头卡加多点，来纪念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，诺诺哥应该也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吧？哎，真的，他头。对不对？可以哈。对，我跟宪哥还有张宇，全身的头都大。对了，我们三个站起来就三巨头嘛。来，有点恐怖，好好，还可以吗？刚在蹲台。哎呦，因为我感冒啦，对不起。感冒还能唱这么好，不容易哈。还好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真的很棒。谢谢。就带来这个大宅院有没有？来，主题曲《想你》。对。这个张宇他们写情歌还真是很棒。对啊，而且这首歌是那个陈珊妮、珊妮老师制作的。哎呦，赶快来听听看，好吧？来的《想你》，想起。我们希望大家好好支持他，同时还要再强调一下，千万不要买盗版，不要沦为盗版的共犯哦。没错，包括 MP3 也不要再乱搞了，对，好不好？这大学生呢，他们因为这样子还被告，对不对？大家懂得尊重人家嘛，是不是？你又拜托我们网络上面截取，我又没有买卖，对不对？那就跟我拿你的烟来，没有告诉你，我抽了，我还不是吐出来还给你。是同样的一个话，我吃了槟榔没有啊？我咬一咬还不能吐掉，就是什么话呢？对对对，差不多是这样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醒思一下。接着就带来他新歌了，好吧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因为很忙啊，因为我有时候要主持校园，然后去录影。亲爱的，你为什么那么肥胖啊？因为就一直吃，然后没办法。喂喂，好，那就带来这首歌，好吧？需要男主角在现场陪同吗？
好啊，先哥。啊、可以两可以两个吗？可以两个吗？没有，他本身就有两个了。为什么？出来。好，带来这首《亲爱的》，你怎么没有两个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在身边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而我只有两个。不啦，都干了安内年了，两个你怎么不在身边？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啊，老公。喂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啊，对对对，两个好好来唱一下。好，今天的 Happy Ending， 好吧？掌声鼓励，来，谢谢。非常谢谢我们 Jackie 大乐队，我们演奏出来跟唱片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不过在天正在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海的那一边，乌云一整片，我很想为加宽加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在天美，真正在是情